收藏秀舞台，王刚因何缺席？收藏秀，董路、纳威、张绍刚代班主持，跟别人主持还真的不太一样。怎样的意外？哎，这轮应该我主持啊！看到不是王刚老师很失望吗？何种的精彩！这是一个鉴宝节目，不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。聊正题吧，三清五宝锤。马上播出北京卫视收藏秀耀州瑶，敬请关注。欢迎收看北京卫视收藏秀，掌声有请主持人王刚。谢谢谢谢谢谢，欢迎大家光临综艺理财收藏秀。三位嘉宾，我忽然觉得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为什么呀？都是同行，这仨人比我还能说。不管是央视的也好，北京卫视的也好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三位著名的，同时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主持人张绍刚、纳威、董路。三位鉴赏家大家也熟悉喜欢的很，一位是著名的收藏家、资深的艺术品经纪人翟建民先生，首都博物馆的研究员王春成先生，风雨堂主人、年轻的鉴赏家卞义文先生。今儿咱们这个主题呢，说的是耀州窑的瓷器。古人呢曾经把耀州窑啊用八个字来概括：巧如泛金，金比琢玉。何为泛金？我们说模范，模范是那个模子啊，它铸出来的。金比琢玉，老话讲玉不琢不成器。你想它得巧到什么程度，精到什么程度，美到什么程度，那究竟什么程度呢？量薄。哪位鉴赏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子眼前这件耀州窑重器？眼前这件耀州窑啊，一个大碗。哎，啊，怎么还叹口气？我为什么叹气？几年前我真的有机会能得到它，哦，就是犯了一个糊涂。您是很精明的人，怎么能糊涂呢？就糊涂，有时候也会糊涂，就是价钱的问题，就嫌贵。那在这几年当中呢，就经常呢想念这个碗。首先，这个耀州的碗呢，完整的已经是非常难得，再加上它的刻工，颜色非常到位。虽然我擦身而过，但是呢，也应该公诸同号，让大家欣赏一下那一件那么稀有，啊，那么重要的耀州窑的大碗。谢谢大家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请注意。这几乎是1000年前的一个物件啊，看着粗心粗心的，但是它闪着是非常温润的光。三位有点顶礼膜拜的意思，行，回去议论议论，回去议论。我是说王刚老师啊，这要是来碗炸酱面得多贵。你太对不起他了，回去。好了，刚才翟先生说了，说嫌贵，那你说他大概得值多少钱？这样一只北宋的耀州窑的青釉的碗，想一想，您给个参考价。你看看，都是老嘉宾了啊，还没等我说，您给个参考价。2005年纽约苏富比秋拍北宋耀州窑刻花碗103万元。2007年纽约苏富比秋拍北宋耀州窑浮雕荷花鸳鸯纹兽口之壶550万元。那么这件应该是多少呢？我觉得没那么贵。绍刚，我们这边猜怎么也得1300多万。董路，我们这儿猜60万。好，一块量，180万。359万，他拿了1万回扣。有零还？380万，最后鉴赏家给出的是多少万呢？400万。董路，没事吧？刚刚那位根本不用计较，正经的在这儿，看好，这是乾隆
皇帝的御笔汉柏图。我就要这个啊，就要这个。我要。虽然它是复制品，不在这儿，这也相当不错了。好了啊，哎，我忽然有一个临时的动议，我看着仨，我太高兴了。这样好不好？下面每一位藏宝人上场之前这段，你们来主持，大家说怎么样？一个一个的，比如邵刚来主持这段，我到你那儿去，我来替你猜东西对不对？可以啊。怎么样？好。邵刚是第一个赞成这种方法的，那现在就请张绍刚先生来主持第一个藏宝人上场。藏友嘉宾大对决第一回合，言多必失 PK 巧舌如簧。我非常喜欢董老师和王刚老师。张老师，张老师，送您四个字，不聊天了。这不等于拿着元青花吃炸酱面吗？他为什么不雕刻个菜花呢？好，各位好，欢迎大家来收看北京电视台的收藏秀。刚才说千道万，说了那么多，其实呢，那个重器和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真正和大家有关系的是来自民间的这些东西，比如说，我们第一位持宝人，那位你一直摆出一副要出大事的表情，是想干嘛呢？你快点儿！你着什么急啊？千呼万唤始出来。哎，我教你那个词儿，有请护宝锤。哦，都是请护宝锤了。来，让我们大家掌声有请我们第一位持宝人。大家各位好，各位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看到不是王刚老师，很失望吧？不失望，不失望啊。对，我知道您的主持非常棒。不不，王刚老师人在下面呢。好好好，人在下面呢，所以要当心说话。对，他是会回来的。好好好，您请坐。接下来您就要介绍介绍您的这个东西了吧？好。我叫张稳，工长张的张，稳定的稳。这个我来自北京，我非常喜欢董老师和王刚老师。张老师，啊，张老师，对，我说错了啊，那是董老师。董老师，董老师。张大哥，这样，送您四个字，不聊天了。好，再送您四个字，言多必失。哎。再送您四个字，聊正题吧。对，好，好吧，太有才了。我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耀州窑青釉倒装提梁壶，它是宋代的产品。这个壶啊，构思非常巧妙，结构非常独特，装饰非常华丽，制造非常的精细。我就说到这儿吧。啊，多少钱？30万到50万吧。30万到50万的报价，您凭什么认为它是宋代的？这个器型啊，是咱们国家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有一件珍品。啊哈，它那个这个提梁壶的话呢，这个嘴儿啊，是一个母狮在哺乳一个小狮。是。而我这个呢，它是雄狮。您知道，通过您的描述，我们完全对您的这个藏品已经彻底的乱七八糟了，您知道吗？好啊。就您属于乱了就对了。所以您这是来淌浑水来的今天。不。因为这个东西啊，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好，乱是客观情况，但是呢，怎么在乱中做出你的正确判断，这是你的水平。张大哥，言多必失。对，少说。对，主要该说的都说了，对不对？对，30万到50万。嗯，我们得看东西。啊、该你们了吧？来，哎，来，有请三位。还有鉴赏家。来，有请三位鉴赏家，大家各自来判断一下。纳威，看仔细。以你的知识水准来说，今天对你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纳威是让你看湖，没让你在旁边看热闹，好不好？张老师，哎，我有个请求。哎，您还有请求？因为这段时间我给大家伙演示一下这个湖怎么使用。使用还要专门演示？对。董路小心，30多万的啊。可以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哦，就是它的注水口是在湖底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叫什么？倒流壶。哎，这个很多啊。好，我还有没完。啊，还没完呢。来，还能展示。倒酒。你这是在干嘛？斟酒。
张大哥，我觉得你的所有的行为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怪异啊！你先是特别认真地给我们展示，往里面倒了点矿泉水，对，然后说还要再展示，就是要把这水倒出来，对，这是一个使用过程，使用过程啊，对，好，大家看着怎么样？来，纳威，你拿的时候轻点，吓死我了！是这样的，纳威，刚开始呢，我还在警告董路，不要随便拿，但是我后来看到人家张大哥拿起来哗哗抡，来呀、啊！真的假的？我觉得呢，我觉得应该让王刚老师先说。别鼓掌。别鼓掌。对不起，请一号嘉宾先说。No. 今天我二。你有点二。大威啊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文化不多也有啊，对吧？嗨，一点信心没有。您这个倒水啊，我发现一个问题。如果我们家真是珍藏了这么一个比较贵重的东西，这个我不会轻易去弄水给大家展示的，这不等于拿着元青花吃炸的面吗？您拿这个糊涂，特别是张绍刚拿又拿又放的时候，您对他没有露出凶狠的目光，反倒好像无所谓。这要是真是宝物，张绍刚这么拿我们家宝物的话，我会扑通一下给他跪下。由此你们两个人这个交流，我感觉我觉得可以请护宝锤了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、要回应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这么拿不一定嘛，就说我不爱护他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家张大哥见过世面，不像有些人家里面有个宋代的东西就一惊一乍还扑通给人跪了。咱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对吧，张大哥？对，没错。来，王刚老师，那您说你也是，你前后根本就不统一。刚才展示那重器，北宋耀州窑，翟先生觉得失之交臂了，都觉得可惜了好多年，想念了多少年的东西。你最后临下来之前，你说这要是吃炸酱面，该多么的，这是你说的吧？你可以用那么大碗吃炸酱面，人怎就不能用这个倒流壶倒点水呢？而且，非常好。而且，马威，你一定要注意。他倒的是矿泉水，干干净净的倒进去倒出来，有问题吗？对，你想你吃炸酱面会是什么样子，大家都能想象出来吧。因为是我来主持这个节目，所以和王刚老师主持不一样，我丝毫不给任何一个嘉宾反悔的机会。我还没说结论。我知道您还没说呢。我最后说是吧？您得最后说呀。最后说。 好。我上来之后就要告诉那位的了，他通过这番话都请护宝锤了，他觉得是假的，不许改了。对，不能改了，没有反悔的余地，不许说话了，假的。来吧，董路。就是我吧，我在我就是人生很多重大的问题上，包括生活当中一些小的问题上，我跟纳威呢都是截然相反的观点。对，但是今天呢挺奇怪的，就在这件器皿上，我跟纳威有一点类似。我首先怀疑制作这件瓷器，假如它是真的，这个工匠的审美水平。因为一般来讲，在这个瓷器上，如果我们要雕刻一些图案的话，比如说花、牡丹、菊花，这都有象征意义的。它那是什么花呢？我小时候在农村，我知道那是棉花。我就在想了，他能随意的把棉花雕刻在这件器皿上，他为什么不雕刻个菜花呢？而且我觉得这壶嘴太小了，你想这要是盛夏季节进屋了想喝点水，这还不得急死啊？半天才倒那么点儿，你给我看什么呢？这突然干嘛呢？您这是给我做暗号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您这暗号是？不是，就是有这个棉花。他这就那么短的嘴儿。有这个棉花，有这个有是吧？有那就是。董路是这样，董路我还没说完呢。我那个还有一点挺奇怪的。嘴儿小，是个棉花，还有什么？对，为什么这个水是从下面往里倒？大家你可能没看啊，我告诉你秘密啊，下面就跟上面它是通着的。你想滴了个壶，说咱喝点水吧。那天正好刮大风啊，土啊什么树叶嗖嗖的全都跑到这壶里去了。你是喝茶呀，你还是泡树叶？所以
我觉得它是假的。我发现你们嘛，都属于你和纳威都属于操心忒多的人。我们非常想听听一号选手的。好的，来来来来来，一号选手王刚老师。这二位呢，结论对不对？我先不说，但是那个理由都不太正确。为什么？哎，就是你比如说，人家说他嘴短，人拿出一个，你看，那是北宋的那照片，就那么短。说白了，人家是照那做的。哎，哦，没错。这个细心的朋友啊，因为你们俩的结论呢已经说了，所以我就细心的朋友你还甭看别的，你就翻过了底一看那胎，请注意，邵刚你不妨拿着那东西到观众席那让大家看看，尤其那底这个过程忘来了、请注意看那个胎，哎呀我忘了有个磕看胎了，看胎了就掉了一块，你看看那胎，我现在这么近我再看啊，这个胎，这胎位不正、什么胎位不正哎呦，我一直还纳闷，我说董路啊，怎么这个知识面那么广？难怪人还曾经学过妇产科。这胎是白的，好像是。那么耀州窑呢，它的胎不是白的，是泛灰的。那么综合起来看，其他的釉色包括造型，尽管跟那个古代的是大同，但是还是很多小异。所以综合起来，这件东西还没我岁数大呢。刚才王老师我在反驳他一下，他说呢这个胎呀、是白胎，其实呢不能全看那个白胎，它器身有几个珠点、这个珠点呢是灰胎，改不改？大威你改不改？我不改。董路除了你之外，那老师改了吧，不改要到那儿坐着。好，我是请护宝。王老师，我跟您讲，以前我在底下做嘉宾的时候，我只是觉得您的这个主持任务压力很大，但是今天呢，我就觉得这节目太难主持了，因为我在看您主持节目的时候，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混乱的状况，所有人都在彼此反驳着，连翟老师都出面说王刚老师，我也得反驳你，不行了，尤其是下面这个环节，有请护宝锤这个环节，您还是自己来吧，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王刚老师和护宝锤，嗨。但是这个结论啊，你不同不同意我刚才得出的结论？你同意是不是？我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那好了，现在我们看看观众是什么意见。来，按你的绝气，来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很少有三个方阵，哎呀，都认为不对。刚才那位女士说了，您怎么意思？我是这位藏宝人的另一半，我今天有幸参加这个活动吧，和又感到高兴，又感到很惭愧。因为他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特反对。大姐，这儿呢，您觉得这是真的假的？你们不管怎么说，我还认为是真的。大姐好，您现在就是在情绪情感和道义上支持他，和真假无关。对，我喜欢。的确太太能做这样的表态，我同意刚才邵刚对您的赞赏。谢谢了。很棒，这样我们也都踏实了，大家也都表态了，有没有跟这三位认为这个东西不对，是新的唱反调的，大家都认准了他，你有可能坐那儿，也可能坐那儿。好，请出鉴赏家的意见。一，请护宝锤。谢谢。收藏是签过了。现在大事不好，还很少有这样的。三个嘉宾，包括三个方阵，通通认为这个是假的。对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怎么样？我还是要征求一下田内助的意见。好，哎。按理说，今天是咱们收藏秀的主题呢，就是去伪存真，它就应该是不退。那不一定非这样不可。但是要情说，我觉得我尊重他的自己的意见。他既然喜欢这个东西，如果他是真的，我也不遗憾他得不到金牌；如果是假的，只要他高兴，他能捧回去，回家健康快乐，这就支持他。重要的是你的健康快乐，多好的太太！大刘，我在这儿呢，看我在这儿，我，这个，我呀，我主持过一年多调节家庭矛盾的节目。好啊，我的建议，我真心的建议，你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此前
你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的精力，你甚至把很多的时间都花在这上，疏于家人的陪伴。如果有一天这个物件破碎了，你就会发现你会有很多的内疚的，你的家人也会有很多抱怨的。让他留着，永远的留在你的家里，一个完好的，好吗？张兄，我跟你说一句话，我觉得既然今天来了，然后这是对您自己的一个相当于答了一份卷，你总想知道一下最后的成绩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有一个金牌；如果是假的，把这篇翻过去，回家之后好好和老伴在一块儿，和孩子在一块儿特别好，多照顾照顾自己的家人。但是这一篇就听我的啊，我没有听你的了。退了吧。嗨，怎么样？最后听你的，怎么样？最后听你的，我决定退出来。为什么要退出呢？因为我更喜欢这个图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个现场啊，包括嘉宾，包括在场的这个朋友，多数人认为它是假的。我也担心，就是最后的决定权呢，不在他们，而在那几位这个鉴赏家。来，我们听听三位专家最后的意见。耀州刻花青釉倒装提梁壶造型、釉色、纹饰均与存世耀州名品相近，但釉面过于稀薄，捏塑工艺粗糙，工艺特征与真品相比均有明显差异，经鉴定为现代仿品。好，恭喜三位嘉宾，第一分全都猜对了。接下来那个小姑娘，还有我们这位一号藏宝人的夫人，哎，替夫受过呀，小心啊，咱们要奖惩分明。那么接下来自然而然，下一番的主持就落到那位先生身上了，有请他。有请第二位藏宝人。藏友嘉宾大对决第二回合，感人至深 PK 妙语连珠，女孩子听了都觉得一下子就被打动了。请王护宝锤是假的，顺便把咱俩也开了瓢，是吗？神马都是浮云，我最相信的是翟老师。谁说王刚老师就不能是浮云了？王刚老师生还是不生？大家好，各位老师好，各位大家好，欢迎你，请亮宝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李金柱，来自南阳桐柏。今天我带的这件宝贝呢，是宋朝耀州窑刻花绘纹盏。这个宝贝呢，是我爸爸的一个战友送给他的。我爸爸呢，年轻的时候在湖北襄樊附近服兵役，他的那个兵种呢是空降兵。有一次在训练当中呢，和他一个机舱的战友因为伞包出现一些故障，打开的过晚，如果伞包打开过晚的话肯定会有危险。然后我爸爸在落地的那一瞬间就解开伞包，把他这个战友呢第一时间送回了连部，得到及时抢救，最后保住了一条命。我爸爸退役之后呢，他们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就在前年的时候，这位战友回来看望我爸，就把这个碗送给了我爸，然后我爸爸这几年就一直珍藏着这个碗。今天呢，我就带着这个碗呢给大家鉴赏鉴赏。好，来，请我们三位上。它报价多少？哎，对啊，看完让他报啊。好啊，请看。行，这个董路少刚要轻一点啊，你小心一点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谢谢少刚。现在小伙子，不是，请你给大家一个，那位给大家看一看，拿着那个。您放心，不是，他是报完价，我再给他们看去。他老是说要晚一拍，好，来，报价。那位老师，您看这个碗啊，它这个造型古朴大方，也像我这个人一样实在，我就给一个比较实在的报价，20000元。既然是20000，那我就可以拿着。哦。如果要是报价在200000以上，就请王刚老师给大家看了啊。以后你们记住，如果拿假货骗纳威的话，就把这价报得高高的。小伙子，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，我刚才过去给大家看的时候，大家对你这个持否定态度的比较的多。来，少刚，什么带的？你说，宋代的。
刚才我后面有一位观众朋友说了两个字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说你的这个碗有贼光。请问你这个碗是偷来的吗？刚才我已经说了这个碗是来历、哦，我是借着他的话。不是，所说到张绍刚老师问你是不是偷来的，所说的贼光呢，就是说他突然有点莫名其妙的亮。哦，这么个意思，对不起，我误解了啊。所以我说，是真的，文化还是要有点那位啊。我想说一下，就是说，大家了解耀州窑，耀州窑最大的特点是刻花。刻花，刻花呢，它用刀呢特别犀利，刻法呢讲究半刀泥，那么一刀下去就带下半刀泥，使这花纹呢更有立体感。明白了。另外一个是它的釉色，还有它的这个底足的修足工艺，这几个方面很重要。所以，因为釉色要好，贼光不是个缺点。贼光真的，是真的是吧？有贼光。好，我觉得这就是有文化人啊。来，董路，王刚老师刚才说了，耀州窑八个字概括，巧如泛金，精笔琢玉。我看了这件之后，我的感觉也是八个字，是笨如纳威，丑比董路。那您的意思就是请王护宝锤是假的，顺便把咱俩也开了瓢是吗？对。那这个，而且你看这个耀州窑啊，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是刻花，就讲究一刀下去半刀泥。等，能够有这个力。这是我们刚听过，您这刚才说了哈，说了哈。整体来讲，我跟邵刚的感觉是一样的，这个有点笨拙。啊不，他认为是真。我觉得是真的。您觉得不是？我说笨拙这点是一样的，真的也有笨拙的。因为跟我熟，老用笨拙这个词儿。对，碗呢比较长一点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饿了，想吃碗面。本来饿的没劲儿，不提面的事儿行吗？你就说是真的是假的吧。这么沉，本来就饿的没劲儿了，呱嗒掉地，那得碎多少碗呢？所以你认为是新的？它有机器打磨的痕迹，但是呢，它是这样，它上下沿儿啊，它拿砂纸搓一搓，这样的话就能显哪儿还出砂纸？中间搓一搓了，中间。好好好，咱们的专家呢也刚才看着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董先生说的这又砂纸吧，又沉呢，这个是这样吗？有用砂纸搓的，但是这砂纸一定是很细的细砂纸，是有，但是这个碗搓没搓，我不敢说。哦，王刚老师，我曾经手里拿过耀州碗，大小纹饰都一样的，一新一老，你会发现那个老的用刀极为率性，同时能感觉到另外一个新的碗下刀是犹犹豫豫，很刻板的。再有就是最重要的感觉，胎呀，你看那胎，反正我看东西还有个总体感觉，就是生熟之分。熟什么样？生似这个生啊，生的王老师太生了。王老师，这个耀州窑呢，当年非常鼎盛，十里窑厂啊，那你说产量该有多大呀？有一个藏品，它就是这么完整的，这么新的保留下来，没关系，那还有两位呢，我们听听他们的意见。来，您二位是受过伤的人，肯定是对这个有经验的。拿话筒来，您认为有话筒来拿一下。您认为这个是真的是假的？我认为是假的。哦，是因为上次受伤害就下来传下来的。我长记性了。小孩多好，太可爱了。来，那个小妹妹错，这个是真的。嫂子，您说两句。嫂子，您说。王浩老师说是真的，我就跟他说是真的。明白了。哎，您看您坐那儿多痛苦。王浩老师，你刚才说是什么了？他什么都没说，他根本没听我讲话，还说听王刚老师。不是，你刚才不是说生吗？生还不是假的？生就是假的吧？这是您问王刚老师，你来判断吗？一样的意见。好，我重复一下您的话，您问的是王刚老师生还是不生？你原来的专业干上了，你看见没有？又生还不生，胎。您大点声说，王刚老师说什么？他说的是生。这个现场的观众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我觉得是真的。那个，首先因为这位藏宝人上来讲的这个故事嘛，我们女孩子听了都觉得一下子就被打动了。我觉得我就没法觉得它是假的。在这点上，我和他是一样的。我为什么说他是一个真的？我不想拿这个问题开玩笑。第一，我不认为他会拿他爸开玩笑。对。第二，我不认为他会拿自己的爸爸的经历，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开玩笑。
如果他说的所有的故事都是真的的话，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，就这样。啊，还有我补充一下，就是说看到这个场面很吸引，这王刚老师坐底下了，可是我觉得也不能说全都信王刚老师的呀，谁说他把大家给忽悠了呢？对呀，这马都是浮云，我最相信的是翟老师。谁说王刚老师就不能是浮云了？对不起啊。稍微稍微一点，没事，你先回去睡。我特想从翟老师眼睛里看出点什么来，不管是最后结果怎么样呢，我觉得就是说，我特喜欢翟老师那首歌，什么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没时莫强求。小妹，我们提醒你，这是一个鉴宝节目，不是一个相亲类的节目。啊，好，那么我可提醒你，如果要是您猜对了，您准备跟哪位老师换一家？好，哎呦，那这就有挑战了。这个你再给你10秒钟，还有没有说的？改不改？首先问少刚。不改，真的。我这红露，我替他说一句话啊，我不认为他把这个东西拿来就是拿他爸爸开玩笑，我也愿意相信他讲的是真的故事。真的故事里边的物件不见得就一定是真的，所以我说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。对，王刚老师的回答是最美妙的。嗯，生的。啊，这个现在观众啊，请互保锤之前好像还有一个环节，我这记住了，哎，请按表决器。哎呀，这看起来还是假的比较多。小伙子，关键时刻到了啊！掌声有请王刚和互保锤。好，请出鉴赏家的意见。二，请胡宝锤。谢谢。有点紧张是吧？嗯，没事没事，生死文书签过了。签过了。啊，签过了。但是现在后悔，也就是说退出还来得及。啊，不退，不退。怎么样？我相信他是真的，我坚决不退，不退，不退是吧？我打可就来不及了。你站远点，站远点，对不对？不对，站远点，站远点，对。啊，他不听啊，不听啊，他不听啊。耀州窑刻花绘文玩，刻工较为流畅，釉色较为清润，但底足胎质呈明显现代胎谱特征，修足工艺呆板，经鉴定为现代仿品。对不起。谢谢小伙子，恭喜董路、马威，你们二位可以回去了。同时，你们可以把少刚请上来，少刚就牺牲于他那段美好的故事。嗯。下面欢迎董路出场。好，接下来将请出本期收藏秀的第三位持报人，有请。藏友嘉宾大对决第三回合，美人心计 PK 兄弟情谊，这轮应该我主持啊。这个小妹妹长得特别好看，我不在了你也不能给我丢人啊。你跟我说你到底喜欢哪个。哎，这轮应该我主持啊。我主持跟别人主持还真的不太一样啊！来吧，小姐，一段美丽的舞蹈之后呢，请你自我介绍，并且来向大家推荐你的藏品。大家好，我是3号持宝人，我的名字叫张倩，我来自北京。我今天带过来的是一个宋代的耀州窑的一个莲花瓣碗，它的形状呢像似莲花，很像宋朝美女的手，很漂亮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珍品。我的报价是18万元。18万元，有请我们三位专家，还有我们三位嘉宾来上台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啊。董路，你小心点啊。好，来，我们请这位代替邵刚坐到嘉宾席上的这位小姑娘。我觉着吧，这个它后边有一个那个胎记。胎记。那个。你稍等一下，老跟你的本行。哎，你说今天录的是王刚老师，我跟你讲，不行，不能这么录节目，非乱套不行啊。刚才我上去主持的时候出个胎盘，然后他这主持的时候，你那一个劲儿生不生，这怎么上来出胎记了又？最近养生的节目比较火嘛。怎么胎记都你们留神就说出去了。重说，我不在了，你也不能给我丢人啊！来，我觉得那个胎痕吧，它有点画足天舌了。画足天舌了是吧？对。我怎么觉得应该叫画蛇添足呢？我跟你讲，哎，董路，你原谅他哦，因为他上来这儿有点紧张，没事，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说是真的是假的嘛？来。我觉得这个是假的啊，假的哈。对，好，回答的非常棒。来，哪位？我一直认为呢，好东西呢会看起来会赏心夺目，会给人一种美的感觉，看着就是那么漂亮。我觉得呢，这个小妹妹长得特别好看。当然呢，我们看宝物不能看持宝人，对吧？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碗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呢。应该是真的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碗可能会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我一直因为不是吃炸酱面的，这太贵了啊。因为呢，我相信这个小妹妹，毕竟呢，以前呢，我也是搞舞蹈的出身啊。这是史上最大的像谎言的真话，确实搞过舞蹈，后来被淘汰了。那王刚老师呢和专家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什么呢？就是你是外行没关系，但是呢如果他真属于宝贝，真属于特别好的，你一定看得有一种喜欢的感觉，至少你会看得很舒服。我看着这两个物件都特舒服。舒服。好，我们先在王刚老师啊发言之前呢，我们先请教一下专家啊，这个碗给人感觉啊，它不是一个平面，所以看上去它会来回这么。我求你那碗能别再动它了吗？好好好。这种足呢和我们看前两边的不一样，这是卧足。卧足呢本身在烧造过程中产生的应力使它有点变形，这也是在正常合理范围内。王刚老师一直非常关注胎的颜色。嗨，您的判断是生还是不生？不能生了，再生就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了。好，还是这事儿。对了，也不见得能坐回去了。我还想说呢，坐这儿连个发言的机会都没有。第一个说话的就是你，人家刚一发言你就接过去了。我说的是胎记的事儿，但是我还没说真假呢。好，来，肯定是真的。为什么如此肯定？因为这点，我虽然极少同意纳威。在我的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好像没有同意过纳威。但是，在这个问题上呢，就是我同意纳威说一句话。有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理由。对对对。喜欢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。真的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。哎，就那种感觉，当你看到他的时候，就不楞就跳出来两个字儿，真的。邵刚，我的理由真假无所谓，我倒不担心。是。你跟我说你到底喜欢哪个？这是体现出来咱俩区别的地方。我是真的喜欢碗。我是喜欢碗和吃饱。没有，我没有和，我就是喜欢碗。好，真的。我跟你们俩都不一样，我喜欢这桌子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们请观众朋友们做出你们的判断来。基本相当，到底是真是假呢？接下来请上王刚老师三清护宝锤。好，谢谢董路。好了，我们请出鉴赏家最后的意见。三清护宝锤，谢谢。王刚老师好。你好，你好。生死文书签过了，签过了。现在退出还来得及。
退不退？不退。这个手头比较轻，如果真像你说的，这是一个宋代的耀州的菊瓣碗的话，将奖给你由保利拍卖有限公司提供的纯金金牌一枚，但如果不是，当场击碎，没有意见吧？没有。啊，我觉得应该是真的。你觉得冷吗？我看你在那听，有点紧张。是紧张是不是？哎，打开，咱们就改不了了。打开，咱们就改不了了。耀州青釉刻花花口碗，釉面莹润肥厚，造型捏塑自然生动，刻花工艺娴熟，底足处理尤具时代特征，经鉴定为北宋耀州窑精品，市场估价约80万元。恭喜少刚，这轮答对了。来，少刚请回位，辛苦了。我们请卞义文先生给你颁发金牌。最后终于有一件真的。来，三二的请，赵哥请来。啊，好难得啊，我们这些老中青的节目组人凑在一起。谢谢大家对我们收藏秀栏目的关注，今天恐怕那四字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印象，不管是人与人之间，还是对东西的判断，去伪存真非常重要。谢谢，再见。